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三段，记赞分第三小段，西方圣慧菩萨记诵第四首看起，我们将经文念一遍。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如是解法性，则见卢山那。因前五蕴故，后蕴相续起，于此性了知，见佛难思议。经文这几首偈义理都很深，境界不可思议，句句都是讲的诸法实相啊，也就是说明人生宇宙的真相。人生是自己，宇宙是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了解这一桩事，才知道佛法始终所说都没有离开自己。那么从这个地方呢，自然就能体会到世出世间的学术再找不到一门像佛法了与自己这样亲切的关系啊，找不到了。这么重要的一门功课，许许多多人呢把它疏忽了啊，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佛常讲的迷失了自性啊。《楞严经》里面比喻得好，佛说的认贼为子，产生了绝大的误会呀。这个误会造成了十法界，造成了六道轮回，造成了三途的苦报啊。误会越深，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呢也越多啊。所谓的苦难绝对不是真实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哪有真的呢啊。真相虽然如是啊，可是迷了的人就像做梦啊，梦是虚妄的，绝对不是事实。可是正在做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的苦与乐的真受啊。啊，在设法界里面，
四圣法界是好梦，六道里面呢是恶梦。在六道里面呢，三善道是好梦，三恶道是恶梦。他醒不过来，他真在那里守牢啊。所以佛常常感叹啊，这些迷惑的众生迷失了自信，说他们做可怜悯者啊，真的。我们看清楚了，深深体会，确确实实是所谓的自作自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觉悟呢？佛在大乘教里面处处在点醒我们，我们每一天在学习啊，好像是有一点觉悟了啊，实际上依然迷惑啊，真不容易啊。地藏菩萨在经典里面感慨地说，阎浮提众生，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无不是业。啊，地藏菩萨从哪里来的？自性地藏，唯心净土，你相信吗？啊，这两句话最常见到的是净土的经论，常说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所以你只记住四个字，自性唯心，就把事出世间一切法包括尽了，一法都不漏啊。啊，佛陀教导我们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见性啊，明心见性，然后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你就全都明白了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如果不能回归自信，这就不是究竟一乘法啊。佛法也分很多等级啊。为什么分这么多等级？是教学的方便，众生迷失自信有浅深不同啊。所以佛帮助大家回归自信呢，那方法不一样啊。所以说有八万四千法门，有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就是说
无量无边的方法，觉悟的人他有圆满的智慧，他有很恰当的善巧方便，帮助我们回头啊！啊，那像我们这一类根性的人，啊，什么方法最好呢？上课教学，这个方法呢，对我们来讲最有效。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讲经三百余回，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办班。啊，办一个讲座，啊，办一个培训班。世尊当年在世，大大小小的班，办了三百多次。说法49年，说法是教学，啊，教学49年了，慈悲之际。啊，留下来这些典范，实实在在就是告诉我们，啊，现阶段地球上的众生，啊，居住在众生，这个方法最有效。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所有学派的创始人，是不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也都是用办班教学啊！啊，我们这一观察的是一点都不错啊！这正是中国古人所讲“英雄所见”。大略相同，没错。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确实是非常的幸运，稀有的幸运，遇到了善友，啊，善知识啊。我们一般人讲好老师啊，遇到了大臣，遇到了净土，不容易啊！啊，还能够维持世尊的仪规，他老人家遗留下来的这教学的规矩，那我们能够努力锲而不舍，天天在学习啊，没有朋友，论语第一句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个朋是什么？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学，这多快乐啊。没有朋友的时候，要独善其身啊。
学习不间断。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佛法里面呢，这个君子就是菩萨了。圣贤啊，永远不会退转啊，永远不会丧失信心啊，念念与诸佛如来大愿相同啊！啊，诸佛如来只有一个大愿，那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句话里头包含着尊重一切众生，敬爱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意愿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四弘誓愿第一愿呐，啊，没有机缘，帮不上忙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提升自己，将来有机会呀，可以帮大忙啊。所以，后面的三愿都是提升自己。你看，断烦恼，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能力，啊，有智慧有能力，服务周到。最后啊，是提升自己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为什么？帮助众生就不会有丝毫的欠缺，就圆满的啊。所以四弘誓愿后面的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这是我们应该学的。是为什么？这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德相啊！啊，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或是在三途，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种种应化实现，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所以四弘誓愿是自己的心得，迷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四弘誓愿相违背。
啊，没有帮助众生的这个念头，这第一愿你没有啊，这迷失自信的，自信有，圆满具足啊，也没有啊，学戒律断烦恼的念头，也没有啊勇猛精进去学法门的念头，更没有成佛的念头啊，这个要知道，这是我们对于自心迷得太深了，迷的时间太长，回不了头来啊！经论上所说的全是心得自然的流露，迷了叫凡夫，觉悟了叫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是一个人啊，不是两个人啊，迷悟啊，用两个名称来称呼他。这些事情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自己肯定了，不怀疑了，你才能发真心，你才会真干，不要人勉励，你自己就干了。你还做不到，做不到，你还是迷而不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三皈依是入佛门第一课。三皈依的功德是什么呢？好处是什么呢？是他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啊，可是现在受三皈依的人很多，无法提醒自己也很多。啊，法表法都在你面前，我想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一天都没离开啊，但是怎么让你迷了，在你面前它不起作用啊，你每天有没有看到佛像，有没有听到佛的名号啊？我想一般同学啊都会肯定答应我，我天天接佛像啊，我家里供的佛啊，我每天早晚都拜佛啊，见到佛像啊，听到念佛的声音啊，啊，见到菩萨身像啊，三皈是白受了，没起作用啊！有几个人见到佛像供佛，这个佛像是有什么用处？让佛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觉而不迷啊，皈依佛，佛是觉，觉的意思，看到佛像我要觉悟啊，我不要迷惑啊啊，佛法里用这种方法来提醒
见到经典，经典是法了，看到书本，书本是世间法了，啊，不管它是世间是佛的典籍，只要你看到书，啊，看到这个书的样子，你立刻就这个三宝第二个就提醒你。啊，只要看到书本，我们就想到佛在书本里头教导我们，正而不邪，这是法宝啊！啊，见到出家人，不要去想这个出家人是不是持戒啊，是不是念佛，是不是有修行。与你不相干，啊，他修行正果，你也得不到好处；他造作恶业，也不会牵连你，与你不相干。啊，你看到这个形象，他在提醒你，啊，身宝是代表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如果你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能提醒自己觉不迷、正不邪、净不染，你是真的皈依三宝。啊，否则天天早晚早课末后有三皈依，晚课末后也有三皈依，可是这一天到晚呢，始终觉真净提不起来，依旧生活在迷邪染之中，这是凡夫啊，你没有皈依啊，啊，皈是回头啊，从迷邪然回头，依觉真净，这叫皈依。啊，佛陀教给我们的法子是真好，啊，我们不会用就没法子了。啊，如果真的会用，啊。这个三皈依是凡夫学佛，凡夫回头成佛的一条光明大道啊！啊，你在落实之前，是先有正知正见，三皈依是正知正见。啊，然后你再晓得怎么个落实。啊，佛决定是自心觉。啊，自心觉要依什么？要依经典，要依戒律。啊，所以法就是经典呢。身就代表戒律啊，戒定慧三学，希望每一天三学增上啊，增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提升啊，我戒定慧三学天天有进步，天天在提升的啊，三学的反面
就是迷邪染。啊，迷邪染呢，天天减轻的。这叫功夫得力。啊，真有功夫啊。啊，你能够这样用功，有这种真实的功夫，该住手。祝佛护念。啊，因为你跟佛相应呢，念念相应呢，行行相应，你得佛力加持。啊，佛不是有意加持，自然加持。啊，也就是说，你的磁场跟佛的磁场接通了。那最佳是啥？龙天善神，欢喜赞叹永护你啊！连你的冤亲债主看到了也欢喜。那为什么？你有真的成就，他沾光了。他不会障碍你啊，因为他障碍你就是障碍他自己。啊，他欢喜协助你，哎，自动的做你的护法，这个是太平常了。啊，他的受用。就我们今天看这个四无两首，这是讲觉悟。前面是讲迷惑，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怎么迷的。迷惑是迷惑自信，取向是迷惑外面的境界，对外面境界不知道，以为这个境界是真有。啊，在境界里面起得失，起这个妄念。啊，这个增长贪心啊。佛经跟许多宗教典籍里面都告诉我们，真的有六道轮回啊。啊，既然有六道轮回，为什么世俗人常讲人死了就做鬼了？啊，鬼是六道之一啊，为什么说人死了就做鬼呢？为什么不说人死了，哎呀，他升天了？人死了，哎，他又到人间来了。为什么不这么说法呢？都说人死做鬼了呢？既有这种说法呢，一定有他道理。啊，我们想想，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设法界的业因。啊，业因复杂，无量因缘，啊，不是单纯的，但是无量因缘就总有一个最主要的因，这个佛说出来了，恶鬼的因是贪呐，那么你想想，哪个人不贪？贪心重啊，就到鬼道去了。嗔恚心重啊，到地狱。
愚痴心中就糊涂，是非善恶搞不清楚，畜生啊！人十善五戒，那么在古代的中国，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讲的伦常八德，伦常相当于五戒，八德相当于十善啊，上品的伦常八德升天呐，中品的来生还是到人间来啊。那我们想想看，一个人起心动念，无戒十善多，还是贪嗔痴慢多？啊，这么一想呢，一般人说人死了做鬼呀，哎，还挺有道理的了。啊，起心动念都落在贪嗔痴慢这边。那么他往三恶道这个成分就多了大了。如果起心动念呢，都是伦常道德，都是五戒十善，这个人来生呢，肯定是人天福报。啊，稍稍有一点佛法基础的人，就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最重要的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啊，这个叫真正有智慧呀。啊，为什么不看别人？看别人自己得不到利益，而且什么容易被外面境界染污。我们讲习给诸位报告多少次啊？人有良心呐，我们有良心呐。啊，如果我们看到众生种种不善，造作恶业，你把他这些不善恶业统统收集起来，放在你的良心里头，你的良心变成造作恶业那些人的啰嗦桶，你说你聪明吗？你愿不愿意啊？我不愿意把我的良心当作一切众生恶业的垃圾桶。啊，嘴里说的是不愿意，可是偏偏天天在收集。不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啊，只看到别人的错，没有看到别人的好处。啊，看到别人的错，就把人家错装在自己良心里头，良心变成垃圾桶。这种人叫真可怜。
啊，所以佛祖师教我们一句金玉良言，不要再干这种傻事啊，六祖坛经能大师教给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一句话说的简单，说得多么明白啊！你是个真正修道的人，你有道德，你有修养，从哪里看呢？你的良心里头没有一点啰嗦，啊，别人的过失没有，自己的过失也没有啊。收集别人的过失是自己最大的过失。啊，我们常常讲，我没过失，你看那个人有过失，那个人有过失，那个人有过失，那么多过失，你所说出来的全是你啰嗦桶里面东西。你能说你没过失吗？啊，真正到没有过失的时候，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啊，那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你成菩萨了。啊，这是教导我们心转境界。不要被境界所转了啊！为什么别人没有过失？跟你讲，你不相信。对真正修行人来讲，他相信，他知道外面境界里确实没有过失。啊，为什么？佛在经论上常讲，说出来你也耳熟，你也能说出来。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切诸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心是自己的心，识就是自己妄想分别之处。啊，离开心识，没有一法可得。这跟你讲真话啊，又说这都常常听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一切法上面包括诸佛如来一真法界的宝土啊，下面到十法界六道三途，是你的心性识变了，离开自己心性识变，无有一法了。这不全是自己变现的吗？啊，自己变现的变善变恶，都在提升自己。啊，顺境善人帮助自己提升呐，往上面提升呐。现在逆境
现的恶缘，帮助自己警觉啊，看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与自性相违背的，不但不能造啊，念头上都没有。这是帮助自己不往下堕落。啊，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三人行必有吾师。啊，三个人是自己一个，另外两个，一个善一个恶。两个都是老师。这就代表顺境逆境。好境界，善人恶人好老师。你看，你那个良心里头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你真正可以修成纯净纯善了啊，何必天天把别人过失放在自己心上，放在自己口上，放在自己心上是收集恶业，你在收集；放在口上，你是造作恶业。你要真正明白这一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晓得为什么你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就在这里啊！这个习惯非常非常不好啊，要痛改前非呀！啊，要遵守普贤菩萨的教诲。啊，普贤菩萨的誓愿针对我们这个毛病，啊，立教啊，啊，教我们礼敬，一切恭敬，善人恭敬，恶人也恭敬。为什么呢？本来是佛，顺境恭敬，逆境也恭敬。啊，顺境譬如三善道，逆境譬如三恶道。啊，为什么？它都是法性，法性所变。从性上看呢，没有差别了。啊，性上看没差别了，相上哪有差别呢？啊，那我们为什么看到相上有差别呢？差别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差别。啊，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性了。你就见法身了啊！你才晓得那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学佛在哪里学？你应该知道了啊！知道了要真干呐！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内心做起。就从自己行为做起。啊，戒定。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外面境界永远不会干扰你，
只会成就你，帮助你，时时刻刻提醒你，不会障碍你。啊，觉悟了之后，魔也是佛。啊，佛示现的正面教导我们，老师。魔示现负面教导我们，也是老师。反面教材啊。啊，舞台上表演，演尽忠报国。啊，这个故事都晓得。岳飞代表正面的，啊，尽忠报国；秦桧代表负面的，啊，劝人不要做汉奸啊！啊，做汉奸不是好下场啊！你不是两面教材啊！啊，我们到西湖岳王庙。啊，去看的时候，啊，跟我的人很多一起去看的。我说，岳飞、秦桧，他们对于民族的贡献一样大。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轻这个小看了秦桧？啊，他这个父亲两个跪在岳飞坟墓前面，叫人不敢做汉奸，叫人不要害好人。你说他的功德多大？这个含义多深呐！啊，有人问我，秦桧现在在哪里？我说他肯定在天上。这是真的啊，他不会在地狱，他在天上。啊，我们学佛啊，念念呢与自信相应，不可以跟烦恼相应啊！自性里头没有烦恼，也就是自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我们看这个后面呢，清凉大师的注解啊，他老人家给我们提示的啊，后二五种啊，后就是后面这两首偈子，就是第四、第五这两首偈子是讲悟。啊，前面的两首，第二、第三是讲迷，是前明导想。啊，前是前面两首，就是第二、第三两首，是颠倒迷呀、啊、迷惑啊，内外俱妄。错了。啊，这前面八个字是总结第二、第三两首。啊，没有见到事实真相，通通看错了，想错了。啊，今有了因，这个今就是现在。
我们所读的这个第四、第五两首啊，你有了了因了，内外皆悟啊，了是明了啊，啊，真的明了了啊，内外通通都悟了。第四首是对外面境界觉悟了。第五首呢是对内啊，对内呀，色心觉悟了，不迷了啊。初记，这就是第四首记。翻前外去啊，前面收集是第二集，凡夫妄观察，取向不如理啊。现在翻过来啊，翻过来，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啊，这就翻过来了。啊，了一切法了，即心自性。性也非性，情破离性，则见舍那，称于法性，无内外也。这个里头前面这两句话八个字很重要啊，了一切法，你真的明了了一切法，什么一切法就是自己的自信啊。那我们今天眼见的一切法，耳闻的一切法，佛把它归纳起来，用六个字代表：色、声、香、味、触、法。六个字。啊，眼所见的叫色，用这一个做代表。